进来了，刚出的。你刚出啊？因为受伤了嘛。那也行，我安排他搞这个事啊，什么东西？老板，你老公呢？可以了。哎，可以了。我录吧。来，我开个这边啊。行，没事啊。这个边在这儿，在这个面，在下面别让它跑到上面来就行。这样吧。对吧？这样吧，一般你这样摆也可以。